山东雨龙机械助力云南省耿马自治县建设年产200,000吨的甘蔗叶生物质颗粒生产线。这条年产200,000吨的生物质颗粒生产线全部都采用山东雨龙的机械设备，下面带大家参观一下各个工段。这是原材料甘蔗叶，这是暴风龙木片机，能够将整根原木破碎成小木片。这是破碎粉碎一体机，能够一次性将物料粉碎到适合制粒的程度。这是液压料仓，缓存粉碎好的物料。液压料仓能够提高整条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，减少生产线人工，也能够减少车间内的粉尘，优化工作环境。这是烘干机，烘干物料中的水分。雨龙的烘干机设计科学，热效率高。市面上的很多烘干机只模仿到了我们的外形，但不能掌握其中的设计原理，所以他们的烘干机烘干效果并不好。这是雨龙牌850型号颗粒机，功率250千瓦，时产3到4吨。雨龙的颗粒机能够全天候24小时不停机生产，为您创造最大化的利润。这是冷却机，该设备能够降低颗粒的温度和湿度，从而便于运输和储存。这是包装机，雨龙的包装机分为两种，小袋包装机和吨袋包装机。山东雨龙机械是生物质颗粒机行业的大品牌，买生物质颗粒机